时候我偷爸爸的钱，长大了我问爸爸，你知道钱少了吗？爸爸说知道。我说知道咋不换地方？爸爸说怕你找不到了。现在我却找不到爸爸了。作文写得好感人啊，100分。鲁班这么小就失去了父亲，我要去他家慰问。鲁班七号，我来看望你了。哎，鲁班大师，你不是？哦，我爸爸刚出差回来。